是我想要问，有什么卡通人物是会有发卷在头上的吗？发卷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总有点特别。是我吧？你转过来，对面，那不是我吧？你今天上谁啊？你今天上谁啊？哪里啊？好可怕、哦！一直前缘到齐，可能因为最近比较闲吧。不是年底大家应该忙吗？没有啊，这里最忙应该陈思啊，因为商店舞台没来。没有啊，就开始演员，而且那健身演员，恭喜你他了，厉害，地位不一样了，这地位不同了。有空才会来。哎，他现在应该要站 C 位，走开吧。一下关卡，快点！哦，今天关卡就是要比你刚刚是没有可以有要比运气，这是我们之后儿童节的一个计划。对，儿童节，因为我们总是要为儿童尽一份心力，毕竟我们都是儿童啊，最大儿童在这里，小朋友的大儿童，所以今年儿童节呢，我们就是要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特别计划，而且那个特别计划有一件你们都不知道，只有我知道。啊，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牌子？对，这个牌子上面就写各个时间，就是我们要扮的人物 cosplay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对决会决定就是谁要扮什么人物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书画时间2小时是变 Elsa 很漂亮的那种，对不对？这画成很漂亮。我觉得那20分钟一定是不裸妆，那穿上去很快没了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带戏。那个假发之类的，对，会不带戏哦？会比较麻烦，要2小时啊。会不会画成老人吗？因为我以前就是有被画过老人妆，这是2个小时，真的很久。我是咕噜，老人啊，咕噜，我是咕噜，咕噜也要穿一块布，很害羞。第一名的话，就是你可以，你就第一个选，你可以选这里面你最喜欢的角色。可是如果你不开的话，你第一名盲选选到最烂的，那我要第一名哦。那我有一个问题。你衰啊！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穿吊带裤，感觉蛮可爱，有一点点符合这个主题。但是我想要问，有什么卡通人物是会有发卷在头上的吗？发卷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总有点特别。是我吧？你转过来，对面，那不是我吧？你今天上谁啊？你今天上谁啊？哪里啊？我都不知道哎，广告单上面写的，好奇。我们不是有说，就是把吊带穿到外面，我有吊带，有，把吊带穿上来，吊带袜，吊带袜，我有吊带袜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嘛。我先讲一下，今天会玩3个关卡，然后每一关卡会有不同的排名，然后第一名可以获得6点积分，然后第二名5分，第三名4分，以此类推。然后最后就是比总积分，所以最高的第一名可以开始选你们接下来要揭晓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是从时间短的开始看吗？好啊，好。傻眼！我不要一选，因为我就是跳上去，然后戴那个光头，对，好可怕。他可以有头发吗？不行，他就是要戴头套。我可以全程没有刘海吗？不行，我不行，没有刘海。我们的都是要照着照片的。我想要看倪轩跟曲艺扮的，你是 OK 啦。是一些平常没有在做这种事的人。好险，我已经当过光头。哦，光头而已啊，小 case 还好吗？那第二个，30分钟的角色是谁啊？李公主。这个很棒哎，不上次谁有穿啊？上次这个好赞哦，那个特技林丹，我们赢的话我们抢茉莉，然后烂的给他。我不要，林轩当一拳超。我也是，我超想看林轩的。第三个，30分钟。哦，烂的还抢你啦？波罗魔法师。小樱的另一半，为什么那么像道士
啊，这个真的是酷洛魔法什么？李小狼，李小狼，好久没提到一个小时，来，美少女战士，这个很漂亮，哎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真的很想哭哎，美少女战士，这个以前有玩过啊，哎，杰森目前玩的都很好，就是最左边的花人，我觉得一拳比较好哎，一拳很好。什么？哎，来哦，一小时我都不想要，我不要，不行，光头卡卡西，卡卡西，卡卡西，化妆的角色，哎，真的哎，他画眼妆就好了。最上的这个戴眼睛头套，最后要两个小时，最后一个两小时，两个小时的。哎，什么？哎，这个脸是蓝色，脸要涂颜料，蓝色颜料。这个您选，这个您选。我要当一拳，你选的是头跟尾。蛮适合倪萱的啦，蓝色，蓝色，是要吧？蓝色，蓝色，蓝色，